苦难，都是菩萨给我们消业的方式。作者：福安谷观音阁。这次去普陀山朝拜，真切发现要到圣地真的不容易。刚到普陀山，发现普陀山因为天气原因停航，船过不去，只好和观音菩萨隔海相望，等了一天，第二天才赶到普陀山。大家好比行军打仗一样，真的是印象深刻。经过这次的磨砺，道友彼此之间的感情就增进了许多。所以说，这也是好事。我想起来，古人来朝拜普陀山，古代海上交通不发达，人们来普陀山朝拜一次观音菩萨是多么的不容易。在古代，能去普陀山朝拜的很少。现在交通发达了，但能到普陀山朝拜的还是一样不多。能到圣地真的不容易。有的人因为停航到了沈家门就回去了，也见到许多朝拜的信众，早上8点钟一直等到下午5点钟，海上起大雾了，还是过去不了普陀山。但不要说他们没有朝拜到普陀山，其实他们从出发的那一刻起，观音菩萨已经在默默加持他，他虽然进不了普陀山，但仍然具足功德。千万不要小看圣的功德。所以第二天我们到普陀山，冒住风雨，大家就三步一拜三个地方：普济寺、南海观音、佛顶山。我们都是虔诚拜上去，因为这一趟来的实在太不容易了。按照一年来一次普陀山的概率，我们一辈子也只能去普陀山40-50次。修行的路从来都是坎坷的，朝拜也是一样不容易。有的人家人不同意，或者经济不允许时，仍然能坚持去朝拜。这个坚持就是最大的功德。你想看，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谁是我们的依靠？就是观音菩萨。众生对观音菩萨有一种可仰，一种期盼，这就是功德。佛在《法华经》中说，佛所有灭度，是怕众生看到佛长久不灭，就起了懈怠之心，觉得佛一直都在，那我就懒惰不精进。佛就选择灭度，众生现不到佛时，心就有可仰之心，内心就掉柔，一心想现佛，这时佛和大菩萨阿罗汉就从灵鹫山出来。当我们现不到观音菩萨时，我们的渴望之心，一心想到普陀山的心，这就是功德。这些障碍可以说消除我们许多的业障。在学佛过程，一切障碍都是给我们消业。因未做如此的观想，感恩观音菩萨慈悲。